哇，看起来超屌的！我想先吃，我先介绍这个好了。来来来，我今天要介绍一个也是蛮屌的东西，来放炸一下，把咱家的内内遮起来。又到了我们的美食时间。那边写剩下44分钟，应该是到那个吧，到一点吧，到一点，一点结束哦。喜饼不是，他是叫做料理家，哦，他是 Bigger，这怎么念啊？Biggreny，Big Granny 料理家的。的那个什么圈，好像圈圈蛋糕吧，给你们看一眼，他们叫做长这个样子，圈圈蛋糕，我看一下它叫什么名字。我接套一个名字哦，绵绵圈，这叫绵绵圈，这你们有人看过吗？绵绵圈。然后它有很多种口味哦，我这边全部的口味都有。来来，我直接给你们开它里面长什么样的。我把它摆在桌子上哈，因为这真的太屌，我一定要把它全部摆出来。阿赫斯蛋糕啊，不好说啊，是有点像啦，但是这个 size 大概是我表弟的 size。这应该很甜吗？我稍微有点饿，我想吃，我先把它全部拿出来给你们看。来来来来。噔噔，这叫做，我看一下哦，它叫做绵绵圈，绵绵圈哦，综合口味的。我这边一次有10种口味，你看绵绵圈，一个个介绍它是什么口味。我觉得我要拆开才会比较清楚，因为我刚刚从冰箱拿出来，它有点雾雾的湿气。等我一下，我调一下。一工伤就卡，有卡吗？真假的？应该没卡吧？你不觉得很可爱吗？这个，我觉得女生应该很喜欢。哎、欸，我上，好、哦，我跟你讲，这里面有哪些口味啊？它里面有原味的哦，这应该是原味的吧？它有原味口味的，还有奶茶，这边还有奶茶。那这个应该是洛神花吧？赛冰洛神花，哦、这应该是洛神花。如果辉哥一个没有，当然等等会拿进去给他吃一点啊。哦，这一个看起来应该像是香蕉吧，香蕉口味的，这应该香蕉口味的。然后这个应该是地瓜，紫心地瓜，绵绵圈。这个应该是芝麻的，看起来蛮像芝麻。对，这芝麻，这个应该才是，这个可能是，哦，这个是咖啡拿铁啦，这是咖啡拿铁，这个应该是原味。这两个其中应该是原味，然后其中一个应该是，我看一下哦。原味好像有一个是黄金柑橘的，这个应该是黄金柑橘，因为我看它后面有那个橘子的感觉，黄金柑橘。然后这个是黑糖的哦，柴火黑糖口味，有水饺口味的吗？它没有水饺口味，都是甜的，都它的口味都是那种甜类的，不是那种咸咸类的。这个我看一下，这两个其中一个是芝麻吧。我认不出来这两个哪个是芝麻，欸，这个可能是芝麻，这可能是奶茶，这是奶茶吧？芝麻或奶茶？杜蕾斯绵绵圈。然后我跟你讲，它不是用油炸的哦，这个不是油炸的东西，它是用烘焙的。常温吃好扎实，加热吃好绵密。哎，可是我是冰的，哎，冰的吃起来会怎样？我想先吃这个好了，我喜欢吃这种看起来好像很健康的口味。来，绵绵圈，它这里面的成分啊，有那个它的里面的鲜奶是用苗栗的那个什么四方鲜乳，苗栗的四方鲜乳，然后它的鸡蛋是来自新竹的鸡蛋哦，这个妹子才能吃。哎、欸，我这要这是不是要热一下啊？这冰的不知道。不知道好不好吃，这是不是要冰？是不是要热一下？
我先吃吃看它冰的会不会太硬，如果不会的话，那应该冰的也可以吃。因为它我看一下上面说的，它是说要么就是常温吃，不然就是热热吃，就是加热。常温吃好扎实，加热吃好绵密，我要吃吃看。所以我杀它是冰冰的吃，它应该是更扎实。洛神花，热了会更好吃，是不是？鬼叔，你有吃过吗？鬼叔，我觉得要热，我觉得要热，因为它冰了以后有点紧，你知道吗？有点紧，我就要冰一下，我就要热一下，我拿几个去热一下好了，顺便问哈子好不好吃。这样，我以为辉哥工商洛克，哎，对，晚点来玩洛克了。我来热一下这个好了，这个应该是橘子口味，我等下来热这个。好，等一下。真的啊，它吃起来有点紧紧的、欸。很烫！哦哦哦哦哦！痛、哦、烫、哦哦、死我！我操你妈！来，我已经把它热过了，我来试试看这个刚刚那个叫什么什么口味的，这个是刚刚那个洛神花口味的。妈的，变得好软哦，变得松松的、欸。妹妹干嘛？你不能吃这个？妹妹你也想吃是吧？你想吃是不是？我开罐罐给你吃，你不要乱。来来来，妹妹，我开罐罐给你吃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来开罐罐。你们到底在干嘛？
可恨的铲屎官只顾自己的食物，有给他了哈。绵绵圈，看，我觉得我应该给你们看他的图，因为他们那个图，他们那个图，对，照出来的比我这样子漂亮多了。来来来，你们看他的图。来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图绝对是，一看就觉得好吃。靠北贴错，抱歉，放错图了。啊，我重新找一下，看放错图了。图在，看一下哦。啊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赞赞赞赞赞。来，你看。这是他的实际拍摄图啦，我是他因为有包装，然后加上刚刚那个刚从冰箱拿出来，所以有点那个水汽，所以他包装纸看起来雾雾的。那其实他是长这个样子，你看我们如果把他包装拆开，把包装拆开的话，其实长像这个图长这个样子，啊，是不是觉得很相似？对，那我刚刚有热了一个这个口味的，我来试试看。能多播几次吗？哎呀，那个不是啊。哎，我直接用手拿。哎，它这个热过以后真的口感不一样，它变成是松松的。那刚刚冰的时候，它吃起来是紧紧的。哦，紧紧的。那我吃这个，对，这看起来是还蛮可爱的。干，这怎么感觉吃起来像是蜂蜜口味？这吃起来像是蜂蜜口味，哇，其实还不错。一来就看到宵夜，然后它吃起来那个热过以后吃起来是松松的，松松绵绵的啦。那如果说你喜欢吃的口感是比较紧的，你就把它常温吃哦，是紧的。回来玩吃完来试试，好，没有，我再来打试试。刚刚很紧实，它变松，因为热过啦，热过就松掉了。它这个叫做这个，这个叫这个东西 ，Big Lenny 料理家哦，给你们看一下他的那个官网跟粉丝团。官网是这个，粉丝团这个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。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他们的那个官网看一下。哇，好吃，松松的。我其实我比较喜欢紧一点，你们呢？你们喜欢松还是紧的？肉松饼。我也去看一下他们官网。他们还有卖别的东西，什么米田派啊，不是米田贡哦，米田派，三鹿盒装米田派，哇，那看起来好可爱哦。靠，这米田派看起来好可爱哦。然后我这个是绵绵圈。他们是甜点店、咖啡店、早午餐店，我们是也不尽然是啊！你们自己去看啦，你们自己去看那个官网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介绍到这里啊。他们还有那个粉丝团哦，我看一下他们最近有没有特价。哦，好像有特价哦，350变成315是打九折，好像最近买是打九折的样子。啊，我知道这个大概是干嘛。他这个料理家应该是一家店面，然后他们也有在做那个做网那个那叫什么团购，应该是这样子。这个绵绵圈吃起来很绵吗？没有热的时候吃起来蛮紧的，
哦，没有，因为我刚一开始吃的时候是有点冰冰的，因为它不冰会坏嘛，所以我是从冰箱拿出来，然后退冰了大概一个小时吧，所以它吃起来是有一点点紧紧的。然后后来我后来去那个，我刚刚去热了一下，它就松了，松了以后吃起来就是绵绵松松的口感，口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说你如果你可以，你同样的东西你可以吃，就是你可以吃常温的，然后也可以吃热的这样。常温是因为你不是吃现做的，哦，扎实，哎呀，就是紧，对，就是紧嘛。好，我们先介绍到这里。我们，哎，你们要打试试吗？我们可以打，我们打，你们想玩哪种试试啊？不然我开各种模组，然后我们来打试试，好吧？各种模组，我先把这关掉。嘿。